冬雨，今日真正出事的，害你风误会。周夫人应该无对你安怎啦吼？啊，不过看你甲安迪这张相片，迄个足自然的，我应该无需要想伤济吧。你也是个老毛病，大家都会落出去啊。冬雨，你免藏啊，我拢看到啊。相片伊个足水的，我会当看到你穿新娘衫，得着幸福，我就放心啦。冬雨，你要跟安迪副总结婚啊？冬雨，你怎么竟然还挂你婚纱照？就这张尔啦。哇，冬雨，你穿新娘纱真正足水的呢。冬雨，看你结了婚，阿姨就放心啦。对啦，冬雨，那呢哦，你应该差不多爱筹备婚礼啊，对不？我会当甲你斗三工哦。你是我上好的姊妹，我一定爱让你变作全世界上水的新娘。啊，其实伊还够早啦。是安迪雄雄讲想要去看婚纱，日子也是啥物拢还袂定。哦，那呢哦，你定好一定要甲阮讲，即个哦，阿姨特别好好送你出嫁。看董伟的表情哦，都知影有问题。即个周文迪明明特别甲别人联姻啊，即摆雄雄出现一张结婚礼服的相片，一定是有啥物代志。冬雨，厂开幕的时阵，是安怎你甲陈祖的讲话，拢嘴笑目笑，搁直接坐伊边啊？恁两人是不是常常拢私底下有联络？迄是公共场所，阮只是真自然，甲大家开讲、拍招呼啊。你是不是反应过度啊？你还了解？我才是你的男朋友，陈子维已经是过去式啊！我不准你阁看伊的相片，阁思念伊。我知影是过去式，我甲伊嘛干那像亲人结婚尔。而且即摆阮爸也阁比喻也是好朋友，阮两家人的关系毋是讲断就会当断的。你敢毋当卖遐尼自私，用有实力眼光看我的亲人？你是不是认为我甲艾伦结婚啊？所以你嘛会当双脚打双船，登去找陈子维，对无？你可冷静好无？哎，出听你放手。我袂放，除非你回答我，你回答我。冬雨，是的，我唔是挑故意。我真正足爱足爱你的，不过我煞无法度大大方方牵你的手。卡所有人讲，你就是我的女朋友，我真正讲要起笑啊！哎，啊哪有手机来遮，佫无电呢？啊，这上手机啊？我看看。这是头家妈的手机啊啦！哦，一直是哦，拄食来哦，就落伫咧遮。手机啊，佫无电嘛，卡袂通。哦，伊找无，一定足着急，再赶紧幸福伊才会用啊。哎妈，我卡电话马德林叫伊来听。哦。陈小春，你要创啥啊？马德林，头家妈伊的手机啊落伫阮店的，你敢袂来摕？袂用你啦。护状雄雄要登记结婚，我今麦要去护证事务所。孙女护状，伊要登记结婚哦，遮尔临时。唔是，是安迪护状。我今麦无闲甲你讲啦，你甲地址传给我，我有闲时阵再去摕。阿伯，
冬雨衣啊，你药还没给你打啦？这药还叫时间吃呢。冬雨，拄只马德琳讲，周安迪今嘛伫个户政事务所要登记结婚，想抓你个爹家。敢讲安迪甲高艾伦要去登记结婚，安奈这么紧啊？应该是你听唔到吧？安迪是要去户政事务所问结婚的代志啦。有啥物代志袂当用电话问，爱亲身过家问。冬雨，你老实讲，是咪发生啥物代志无甲阮讲？唔免问啊，我来去找安迪。冬雨，你是在问我啥？还是昨晚伫真正要结婚，还不过对象不是你？我让你跟伊做伙，不是要让你过这种委屈的日子。走，我带你去找伊。不行啦！走！李冬雨，你怎么？你若真正心疼我，真正为我设想，那你就莫去，我求你。冬雨，是的。自细汉就无法度甲家己的妈妈做伙生活，我人生的遗憾已经有够侪啊！这段婚姻，我绝对爱你靠，我是无可能让你有机会反背我。李冬雨，我唔知道你要我什么理由，啊，不过你敢知影？你今麦做什么拢袂赴啊？周安迪今麦已经变作是人的红菜啊！安迪是社发集团未来接班人，因哪有可能会当搞我这种？无家世、无背景的查某囡仔做伙，伊甲高艾伦结婚是不得已的。我若是想要甲伊做伙，我就必须爱替伊设想。所以这拢是我自愿的。阿伯今麦已经变好啊，伊遐的小马拢已经行了啊，你根本无需要委屈你家己做别人的小三啊。我只是足爱伊，敢袂用？你敢知影？你即摆讲白贼，拢袂看我。好，我来去甲高艾伦讲。周安迪即摆已经结婚了，搁伫咧外口饲小三。伊若是无爱离婚，我着去四天金矿，还佮有盛发面头前，又报条发传单。我要互四天金矿气到无想要甲盛发联姻。怎？你别安尼好无？你若是安尼做，阮爸就无救啊！什么意思？我爸一直着气个，需要做免疫疗法，但是无救个根源，我爸着无命通活。所以你以为安尼，你才甘愿做周安迪的小三？所以要搁管这件代志啊！冬雨，你把手机仔摕出来。要从啥？你即摆靠做安迪，你甲伊讲你要甲伊分手，阿爸伊治疗费我会负责。我买医药费足贵的，你根本就负担袂起。我毋是咧胡白讲的，我即摆甲青木先生的关系足好的，而且周董事长伊嘛因为阮爸的代志，一直想要买阮家。我即摆有足侪所在会使装钱的。
崔木先生对阿姨有无正当的受怀？你安尼做根本就是请鬼贴着单。我唔相信崔木先生是会做出这款代志的小李。好，就算我卖去找崔木先生，我嘛会使去找周董事长。阿姨根本就无想要啥物补偿，你安尼做干来，害伊更加艰苦。我知，我知影这丁玉是替阮爸的名去做交换。啊，不过我会使跪伫阮爸的牌位跪三暝三日，我会使去跪伫阮妈的面头前求伊原谅，因为这是我会当保护我唯一心爱查某囡仔的机会啊！我得反背你，让你这么伤心，还讲你爱我。冬雨，其实我对你的感情一直都无变。我会跟你分手，我不是为着要让你过这种委屈的日子。我当初若是知影你会叫我安尼糟蹋，我都袂对你放手啊。是嘞，是我做唔对啊！你敢知影我看到伊安尼委屈过日子，我真正足唔甘，我足艰苦的。你好啊，好好啊，保护你好无？你回来我的身躯边好无？你不要回失恋，因为你没做不对决定。冬雨，就算那个时候你没说分手，我也不说。不是，那个时候你还叫我原谅你，你想要回头？那是因为我惯势跟你做伙生活，就像像现在，我也惯势过好的日子。其实吼，有钱人做生意嘛，无啥物唔好诶。比起正宫，安迪搁较爱我，我嘛无需要打起做新妇之日，嘛免去后台参加婚礼迄种大家。冬雨，你是咧讲啥？你毋是即款人，你若是想要过好诶生活，我会当。会当？你会当去找秦牧先生？会当去找周董事长，子薇，你搁欠我尔侪人情债，你拢比袂过安迪会当好，不是，是夫人会当好我的。夫人有讲啊，叫我识代替，伊绝对袂亏待我。将来若是生一个囡仔，无得靠搁会当分到周家财产。是冬雨，你现在对我很失望对吧？难道你跑啊？冬雨，我知道你说的不是真心话。